平時我同大島田介紹日本餐廳就多啦，而我哋大島御龍威嚟到呢個香港嘅美食節，又會發生啲乜嘢事呢？喺今年超過 YouTube 我哋今日喺邊度啊？會展啊！呢度咧五樓係所謂係商家先入到嚟嘅，咁我哋唔係商家，但係我係有呢一個邀請，邀請傾下同埋睇下有冇啲乜嘢係日本過嚟嘅好嘢。所以問題可以舉。雖然美食展有好多好多唔同國家嘅美食，而我哋大島御龍威梗係主打翻日本美食啦。前のさんが使ってるユニコ石。今度下次啦，我帶你去。係。全龍供應嘅燒肉店喺香港。好。好似有人認得你啦嘛。係咪啊？日本人我做咧，啊，フットボール先輩嘅店。即係馬來頭全部喺度啦，跟住咧就入邊有個 shop 咧，竟然任何好食嘅都可以，我哋入去啦，哇哇 ！Let's go， 皆さん，我認得啦呢個。さんですよ。はい。農協のね、飲むヨーグルト。哇，正喎，好口渴。牛乳。プリン。產品。カスタードプリンでございます。カスタード即係奶蛋糊咁解，奶蛋糊布丁即係原味布丁啦。カスタードプリン。係啦。凍らせて大丈夫。可以冰嘅呢個，係嘛？唔知香港有冇得賣咧？而家咁啊，係嘛？ありますか？香港売ってますこれ今。ソゴとかに売ってるのかな？そうですね。ですよね。ソゴとイオンさん。ああ、ソゴとイオンさんに。哦，大家想買嘅話就去イオン或者ソゴ啦。啊，我都想買。係係。為大家講多少少，呢個農協啊，即係農業協會啊，喺日本社會嘅地位非常之高嘅，所以佢哋嘅產品咧都有較高嘅要求嘅。最高ですわ。帅哥，如果未饮过嘅，又喺超市见到呢个牌子嘅话咧，即管买嚟试下啊！大家正我呢啲農協って書いてるところ，系，これはその全農さんが扱ってる，即系全農会，即系呢个農協這個呢一个咧，呢一个咁嘅乜头咧，大家都可以信任啦。嗯。咦，呢啲似系咪商用版咧？唔系，系噶。咪就系呢个咯，咪就系呢个咯。哦，错啦，有啲叫 mask 嘅。呢个系咪可以买噶？系啊，系买。如果中意蛋味好浓嘅布丁嘅朋友咧，呢一个就啱晒啦，真系好浓噶。哇，好味！これも全農さんで出してる商品です。鸡啊，呢啲宫崎嘅鸡啊，全部都系嘅。咦，隔篱煮咩咧？隔篱清远嘅镬嘅。诶，これめっちゃうまそう。これこの紀州産の梅ピューレ塩、これがいいです。有冇兴趣睇啊？唔系，一阵间佢铲完先，有排铲啊！我睇下佢。但呢个好似个布咁样嘅，咩嚟噶？呢个咧，抹台噶，唔系喎。系啊，布嘅。菜可以食得嘅，咦？呢一个系南瓜，呢一个系莲子，莲子系萝卜，食萝卜。我谂如果唔讲就咁睇到个包装咧，真系唔识买嘅。佢呢啲系用蔬菜做出嚟嘅皮咧，系专系用嚟包住啲，譬如鸡肉啊、蔬菜啊嗰啲咁样，好似做呢个越南春卷咁样食法啊，好似几好玩喎。系青鱼，系嗯，鱼干味噌，系。即系面豉嘅沙巴嚟嘅呢个系，试下先啊！哇，正啊呢个，好味啊，好好味喎！诶，香港どこで売ってますか？未発売，今回初。啊，そうなんだ。系，系香港冇得买噶嘛？我哋全部香港都冇得买。大家记得去日本咧，可以揾下呢一个。我哋福冈噶。福冈好。福冈嘅，系。我哋有陶艺家阿慈艺家本人喺入边，佢哋话几时落山？慈艺，应一郎先生，唐先生，好，咁我哋去福冈咧，就我哋揾阿 A 字罗神啦。好啊，有兴趣嘅。啊，嗰啲唔系，嗰啲唔系，系啊，花童猫啊，系啊，阿拉多，系啊，呢个好饮喎。最后一支啊，你要咧？生酒啊，咩叫生酒？生酒即系冇经65度嘅加热。我嗱呢一个就系佢哋嘅招牌 ，Oyster Junkie，
係啦，咁咧佢哋就而家喺香港就未有得買嘅。阿姐姐咧就同香港嘅商家傾緊嘅，係啦。咁啊，有得買啲乜嘢咧？就係呢啲三文魚啊、沙瓦啦、金木雕、殼蠔，嗯，呢啲有得買嘅。呢啲平時日本人係用嚟誒就咁加熱就當餸咁樣去食嘅，係嘛？整熱整熱佢咯。呢啲就係好似壽司面咁樣生食嘅。これは生で食べれるやつだ。素晴らしい。佢呢一種生蠔咧，好濃味噶，好似人哋熟成咗咧，濃縮咗味道咁樣噶。哦，到我哋嘅生蠔係冷凍嘅，但係我哋食出嚟係好似新鮮嘅生蠔一樣，係冇分別嘅呢。我一定要試一下先啊！呢、這個急凍嘅喎，唔係生嘅，但係佢話咧，急凍同埋生係一樣咁好味。你做乜嘢？咪攞魚嘛？調味料咯。これ何もつけてないですよね。素晴らしい。解凍しただけです。急凍之後佢解凍咗，都咁好食喎。咁好食啊？係一個香港に進出し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。僕ら YouTube で大々的にこれやりますから。呢度オイスタージャンキーあ、呢度啊。不過講真嘅，嗰、那個味咧仲濃喎，你平時食生蠔好多，好似有一種熟成嗰種咁嘅感覺。呢個係記住啊，去冰庫園就要揾呢一間。啊，有好多嘢啊，雞蛋係啊，牛奶，搶門秘密基地，入去啊！開門添嘛，入去啊，入去啊！趁有人入嚟，係入去，入去，入去，入去。哇！秘密基地，啊，これ生でも食えますね。はい、はい、どこさんですか？鹿児島さんですね。ロッキー道の鹿児島の英語です、ね、英語英語の BMS 軌道ね。应该十二だもん。あれどれだ、何で食べたら一番いいですかね？これはステーキ。おお、あ、ステーキ。ちょっと焼肉このまま、はい、随便のチーノかもね。もろまげら、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。ああ、ああ、今日没有烧鹅肉。你平时食到呢啲咁油嘅，可以食噶嘛？系喎，好清。嗯，边一个部分，边一个地方嘅黄牛，一睇就知。扫啊，扫啦嘛。啊，扫啊，我电话喺呢度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。就是在香港都有得買的，他說跟著這幾款應該是接下來將來在香港都有得吃的，大家看一看應該都很好吃，我們沒得吃。我輕輕講解這一段，美食展有分一樓、三樓、五樓這樣的嘛。一樓就是普羅大眾可以隨便進去買東西，大家都認識的牌子居多的，而我們身在這個五樓這個地方就是商業區域，當中有些產品就是暫時在香港還未有代理或者未發售的一些新產品，在這裡就可以看到了。熊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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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熊これから香港にまた出てくる。わかりました。僕らYouTube で流すので。はい。佢呢一款雪米糍咧，直头喺日本攞埋奖添噶啦，但系喺香港咧，暂时咧竟然系未有得卖嘅。嗱，呢一个咧就系北海道嚟嘅，呢一个遇见过咯，雪糕嚟嘅。雪糕啊，我哋叫做雪米糍。系系。好啦，咁咧就冇开呢一个咁大盒。我哋就開呢一個，就これいただきます。雪米糍，我好硬喎，得唔得？要幾多個？喂喂，啊！你睇食嘢嗰只樣，哇！睇下隻眼跌出嚟咁滯啊！我諗係應該冇咁誇嘅。呢個係原味啊，原味係咩 ？Plain plain， 嗯 ，vanilla 係 OK， 有少少綠子嘅感覺。哦，嗯。我有唔同味道喎，係喎。
呢個雪米糍咧有五種味道嘅，有原味啦，即係 vanilla、芝士、白番薯、南瓜同埋抹茶味五種口味嘅。じゃあ頑張って香港に出てき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、シフォンケーキでございます。シフォンか、あ、シフォン蛋糕。はい。食完就唔會講大話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はい。佢呢個雪芳蛋糕就夾雜咗一啲雪糕喺裏邊嘅雪芳蛋糕，就同普通嘅雪芳蛋糕唔同嘅，唔識講大話嘅。蘑菇生嘅，蘑菇生係啦，妹嚟㗎，係要炒菜，好細啊！呢個係介紹啲入香港嘅日本嘢食。冇錯，蘑菇生嘅烏梅波士係喺日本最出名嘅咧，呢個唔可以買。販売できませんでしたか。今日はね、ちょっと出来了。そう。香港暑いでしょ。もう汗かいて、もうなくなって梅干し食べて、ね。最高。これこれこれ。今食パックラーメンで。僕はご飯と納豆と梅干しを混ぜて食べてます。蘑菇蛋液。好出名嘅又黃江山，嗰啲咪金嘅。係啊，啊，嗰啲冇米喎。冇沙糖，零沙糖，純果汁。係，但係香港暫時未有係嘛？香港唔得，好似特別點樣睇？哎呀，大家如果中意飲呢一個同埋呢一個梅咧，就 D M 我哋。係，咁你今日好賣，好賣，夠單嘅揾佢，好唔好啊？嗯 ，OK。そしたらもう皆さんの食卓にお届けします僕が。はい。わあ、いい。この服欲しいな俺。買ったもん。梅干しも欲しいけどこの服も欲しい。ああ、ちょっと高いな。ちょっと高いな、2000円は。さあ、大概有咁样食过冇嘅，好少系嘛？我有，你有嘅，系。我成日都食嘅，系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好酸啊！酸っぱいのとしょっぱいのがダブルで来てるわ。うん、めっちゃこれご飯がいける。ご飯、はい。絶対ご飯と一緒に食べた方がいい。だいぶちゃうわ。うん。めっちゃうまい。最高。何個ぐらい入ってます？哦，四十粒，正啊呢个，未有得买噶，唔系，梅梗系要和歌生噶啦，我去冲绳，哈哈，梅干食落翻咪得少，好靓心啊，好靓心啊，咁多款喎。跟住又到阿姐呢一間係南高梅卡基布茨農園嘅一啲啊梅產品，咁佢標榜佢哋嘅產品係冇農藥啊，冇防腐劑嘅。係係，梅梅老師，邊先生你個名？關鍵哇！呢一個米油啊，嗰個純度好高，咁咧佢呢一個油咧會可以用去化妝品。ですよね。嫌ですけどここをやると潤うんですよ。とってもらう臭くもない。ノースメル、うん、ですね。呢啲鱼仔咧，咁啊，日本人就好中意用嚟整呢啲叫出汁啊，即系用嚟啊做下面汤啊，打边炉啊，咁啊抌几条落去，我嚟熬个汁啊，熬个汤咁样用嘅。サケマヨ。我有个东。これ。ご飯と一緒に食べてもらう。佢呢個蟹面豉咧，的確係非常之好食啊！咁啊，我啊建議大家咧用嚟浸餸飯或者係餸麵包都好好食嘅。佢原本有三種口味嘅，有三文魚、有蟹面豉同埋蝦面豉。不過香港咧，淨係得蟹面豉有得賣嘅啫，淨係呢個喺蘇果有得買嘅。跟住啊，大島田咧就非常之推介呢一個撈蛋飯豉油俾大家，宮崎縣出產嘅。如果中意食 TKG 嘅朋友就唔好錯過啦。白色嘅豉油，白色嘅豉油啊！
これマジでうまい。これうまい。うまい。佢呢個白豉油咧，竟然有好香嘅金桔味噶，咁啊用嚟做呢個撈蛋飯咧，我肯定你會覺得好食。你呢個係一定要買嘅，係嘛？豉油同埋香菇。好貨，你哋買。哇！呢個營養個包攬啊！唔知點解突然間個麥好鬼重回音，激死我！等我翻譯一下啦，阿妹妹咧專登走去長尾嗰度咧，就攞咗三個呢啲咁嘅金桔俾我哋咧，叫我哋咧食肉類嘅時候咧擠少少上去試下，哇！好正嘅咁話。天酸降冷，呢、這個叫天酸降冷，係一個煙霧嘅消暑劑。我嘅推介，呢個咧好多地方都有得買嘅，係試下。好啦，去到一樓啦，終於咁咧，第一時間梗係去啊撐下大家姐啦。佢最推介嘅名字朱古力啊，嗱好，大家 follow 呢一個朱古力啊，呢、這個就即刻有朱古力攞咗啦，係啦。